新塔大师经，张轩导练图。那我们在另外一本课本里头，这个、就是把那个布拿拉平的拿弄去弄它那个布。那个在我们另外一本课本有那个他画那个唐朝女生骑马，菲菲女生菲菲马，但我看到哦，韩干画起来马星星，爱画马，也是画菲菲马，我看到画马很有名，唐朝。好，金云上河图知道喽，风二仙人，婴儿枕，平花书。